其實我以前咧好細個咧，自己已經差唔多三歲已經開始拍電影做明星。不過嗰陣時咧，後屘到咗比較尷尬年齡嘅時候咧，就開始冇再做咁多所謂童星嗰啲咁。於是我就開始去做替身，幫嗰啲啲大俠啊去玩筋斗啊、飛啊、打啊。冇幾耐咧，我點會踏入飛車啊或者飛電單車咧？其實好多人都唔知噶。嗰時生活好貧困，連聽日一餐都唔知道要喺邊度食。所以咧，有一次咧，我記得有個導演就話，佢哋需要一個飛電單車嘅人。我第一個就我，點知咧？我記得嗰日我終於去咗飛電單車。我第一次飛電單車咧。哇！你都唔信，我咁高超嘅技術，第一次正式拍電單車飛車咧，第一次就中招啦！我嘅手骨咧打斷咗，咁我嘅手骨咧就由後邊前邊反到嚟後邊，我嘅大髀咧亦都斷咗400幾針。你唔好唔信啊！我唔俾得你睇咋，所以我次次過親嗰啲安全嘅，即係好似機場嗰啲咧，成日都會 VR 喺度。咁而家啲設備當然先進好多啦，就唔會咁敏感。所以我其實一直都好中意飛電單車、飛私家車。不過今日咧，本來好想飛嘅，但係因為場地嘅限制咧。所以冇辦法喺呢度咧，唱俾大家，即係飛俾大家睇，因為太緊。不過唔緊要喎，今日我唱歌俾你哋聽，俾啲反應好唔好啊？
帅弟啊，好，我比你强啊，我是第一，我是吧？啊，好梗啊，好梗啊！